这兵小哥带了一窝战神比特，这家伙厉害呀！啊，狗中的战斗机，人类中的韩老师，我的天哪！你看这家伙，哎呦我去！你看这大脑袋，红鼻子，这家伙痛感神经特别的低啊，摇起架来啊，他不嫌疼。也不是说他一点点没有，只不过是痛感神经比较低一点。比如你这样打他一下两下，他感觉不到疼痛，虽然看起来害怕。这家伙他可是美国的这个优秀的犬种，通过他改良出来了很多的品种。现在最流行的比较高端的恶霸、斯塔夫、杜高，身上都有他的血液，一代一代串出来改良出来的。比特可谓是这个很多犬种的一个老祖宗了，可以这样说。这个小狗，我天哪，这一窝生的可真多呀！哎呦我去，这家伙现在多大了？两个月。两个月。打过针吗？打了。打过疫苗是吧？两次疫苗了。哦，这是你们老哥俩的。啊，对对对。你们老哥俩的。我的天哪，这一窝狗是你们俩研究出来的？狗狗说凉话，这都有血统的，有血统的。哎呦我去，厉害了！那这小狗这么漂亮，我的天了！你看，这有点铁面。啊，你说在我们本地这比较有名的一个，对对对对，是吧？他是打他是打场子的吗？他的狗狗是红色男孩的血统。红色男孩的血统。对对对，哎呦，名门望族之后呀，你看，但是。你说这是他是红色男孩的孙子了，得是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这小狗什么价？有1000块钱个。1000块钱个？哟，那可不便宜啊！我的天哪，这要是没有血统的话，我估计300-400、400-500差不多了。你这有血统就不一样了。但你给出证书吗也？证书是得，咱底下哪有证书？啊，下面不给出是吧？哎、对，那狗窝都是咱自己的，就是喂着喂。自己知道、哎、是吧？对，我们这自己繁殖的，1000块钱一个的价格，我觉得那确实有点高了。我要这样吧，我看狗不错啊，有几个小一点肯定不能要，我挑一公一母，我要两个能便宜点吗？这都是正卖了的，正卖了的，人那让你200块钱，让了呗、哎，那合到多少？合到1800。啊，1800。1800太贵了，你这样你也别1800，让个零头，1000块钱我要俩，行不行？一个都卖1000，那是你没碰见我，碰见我你肯定是卖不了1000了。这狗质量是不错，你看嘴又大，头也非常的大，骨架也是非常的可以啊。咱们给他要个一公一母，给他谈一谈。你看看咱的狗，咱不是说那了，你看看。老板要介绍一下。你看看，咱不是说的，你看看有那么，你去咬价，你看。你行了行了行了，你这有点虐待小动物了感觉。哎呦我去，你看看，哎呦，哎呦我去，这家伙打架厉害，你看有没有？随便摸，你看哪一个不敢性好的？这就是玩狗的，他不当宠物狗养，他这家伙是干仗用的，打架用的。我看狗表现也不错，你这样，我一个狗给你加100，1200块钱，你看行不行？啊，1200了都。那你说嘛，多少钱？你诚实一点，你那1800太贵了。再让没有了。你看能要你都得，不能要。多少？1700啊？1700。哎呦我天哪，1700的话，太贵了，太贵了。1700的话，狗好，但是月份还有点小。如果打完三针的话，月份大一点。我就要了1700也不错了，你这样再让你育苗钱我也不少给你，1500块钱行不行？1500。哎，你不卖，卖手里才是钱啊。这两个人开始我不卖，我的天啊，这狗好都要关笼子了。哎呦，哪能，其实狗我确实也看得上，行吧？你看这小哥都说了，人家都说了，对不对？你两个人啊，不要在这唱双簧了，这个价给的也不低了，我的天哪，我感觉我着了他们的道呀，我的天哪。你看他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天太热了，你早点出了对吧，你还得回家。这狗可以可以，我挑两个，然后那个，那你拿手机吧，我给你转一下，我们挑一公一母。这狗的品质我看不错，它不是那种养起来宠物级别的，它打架的干仗的，这家伙绝对可以啊。